接任警政署署长，我想这也是一个责任的一个加重。我就任以后哈，会多多请益两位学长哈，他们的经验相信都会指导后进。那我会秉持着在任何地方的一个服务的精神一样哦，都全力以赴来维护社会治安哦。那像在高雄这段服务期间，达一年五个半月了哈，在全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基层同仁的一个全心全力的一个投入治安维护啊，包括协助市政府的疫调工作的这个精神，以及在市府尤其陈市长所率领的市府团队的工作团队里面来推动我们高雄市的治安，让高雄市的治安有一定的一个稳定哈。当然一定会感觉到不舍的哈，但是这个也是全民对黄署长的过往啊，他在高雄市，在黄局长跟基层警察同仁大家共同的努力。那我们在去年我们的以枪击案为例，我们是六都第二名啊，那在今年就降到六都最低啊，那这个也都代表说黄局长跟所有基层警察同仁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啊，所以这个也展现黄局长对于我们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成绩。